后你卡拉位绝活，是挺好做事的。只要别人不玩这英雄的时候，他就在玩。破冰已经算是差距很大了，这种能打就是打出单杀出来的，一定就是两边其中有一边问题太大了。哎 ，Q 闪再切晕，我有康宝打满，炸一下，谁人头？火男的人头很爽。哎呦！哎，肯定不是上单呀！哎呦，又勾到了，金角要死了，这波没闪，死定了。看人头谁的，明星点燃烫死了，可惜。说的话感觉这把右边很有机会啊，挺有机会的，对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倍儿逗！闪现大锤，死了呀！再扔块肥皂，哎，打不了，倍儿逗！啊，这波有点烂到好笑，这波还把闪给交了。哦，波比杀人只能 QRQ， 就是 QR， 然后再拿 Q 第二段炸。他如果是先 R 后 Q 的话，杀不死。没有来，人头给火男吧，我卡莉斯塔吃吧，吃就后悔。少爷吃一个，像条狗这英雄。这英雄感觉是需要那种熟练度的，很多辅助可能不会。啊，来都来了 ，W， 不都来，没想到。人头不让，哎呦，拿下了，这把真拿下了，哎，这把要赢了，这把要拿，这把老干爹真要赢了，前面架打起来了，两条小龙也碰到了，曹冲也能碰，真不如杰拉火男这种无脑，感觉 LPL 的话还是火男最好，哎，勾到了，被断了，只能交闪拿走，但是看后续，小刚进去就被吸回来了，哎呦，怎么配合啊？这波有点乱，这波有点乱，但是 Missing 还是要死，巫女伤，啊，没用。前期的大刀没什么伤害，再控个潮虫，拿下的话就是五虫哦。是的，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来喽，看虫，抢了一只，桑提摸了一只，这波有点反手吸。波比开打的 W 进场，喂，这波要出事儿，要爆吗？波比开大招，腿走了一个泰坦，哎，把一个有用吗？没用啊，感觉。再一雕，将马上连剑双雕，哎呦，要发毛牙膏。来了，还是要弄一勾勾住，但是踢还没踢下来，所以得等一会儿。让老飞往前走，能醒吗？能醒吗？到底波比要提前摇大喽，波比要摇大了，波比锤了个泰坦，还行吗？但是龙先打龙吧，龙啊，没人帮火男打，抢了的龙，好臭的团战老干爹，哇，这团战有差距的。感觉像是没在语音里，哦，但京东的团战确实，他就是能翻那种，这还是打赢了，是臭到好笑，老干爹的团战还是京东打太好了吗？而且波比锤的也一般，他真是来当凤尾的，那真凤尾，这把都没拿下来，我感觉这个英雄只有一种情况能用，就是那种强队的下路。等会儿先看看、大绝版，这被秒了。这波凯特不在旁边，吸不掉。动龙了，不管了，继续接团。这个蛋，哎呀，你看着亏都要开 W 了。什么情况啊，波尔豆？哎呀，还要被抢！还被抢，能杀卡纳维吗？杀不掉，瑞亚已经死了。是进去把海潮搬走。要团灭。哎呦，不好说吧？好像不好说。火男的 AOE。哎呦，对，脾气上来了。我这波强度好，感觉本来要团灭了，我感觉还可以。来的有点慢啊。小孩只要顶住国豪就行了，国豪没闪的，龙应该是有了，龙有了，哎，还带过来一个布兜，怎么说大招锤飞，布兜没死，小孩死了，金角要开，追嘛，但是你没人啊，怎么追啊，你没人啊，哥们儿，金角也没闪没大，收一下炸自己也没问题，哎，这波感觉老干爹能打，哎，是能打，啊，击飞了，撸了也要死了，不会。哎，这波感觉京东想多了，卡纳维还想来换一个，换掉了，一换三，但是大龙被京东拿下。这火男这英雄是真的，打比赛最好用的那些 AP 野格里面，最好用的，啊，火男，就火男四个杰拉，三个杰拉吧，此刻得看队友。牙膏，哎，
活下来吗？少爷也死了，不都那边一个人扛两个，那这波的话等于老黄金好像要输啊。勾当的火男，听说看海超，哎呦小孩只能往后拉，来个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听说哦呦，这标不准的标直接死了。我操，这波暴女怎么团战打了5000？火男也打了6000九。这波老家双 C 没啥伤害就没了。这波金角看似开的可以，但其实是团灭发动机。对，乒乓球 C 发动。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，我好像拿手机虐别人，是手机还是什么来着？打乒乓球是吧？对。太变态了，就这个画面，就看着很有感觉。直接，老王家现在登峰组还没有赢过，是，确实很难赢，确实很难赢，没有找到那种能赢的对手。我又滑了一下，现场漏雨了。哎，不过还行啊，现场漏雨还没暂停，还没因为漏雨搞点那种什么。真漏雨了吗？真漏了呀，反正有人给我发消息了啊。对，真漏了，但是应该漏的是不是那种关键地方。